好，我是杰森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开这游戏王1006 Soul Fusion， 开两盒，基本上已经吃了大概14天、15天。基本上这是7月14号发卖的最新游戏王充值包。那我们现在已经29号了，吃了两个星期。最主要的目的是这次呢，要收集20包，可以去参加投选那个第六坛游戏王20周年的纪念品，就是纯银版的青岩白龙卡。事不宜迟，我们来开箱吧。咦，这把盒子已经压到不像样了，先确认一下这是压板的。好，我第一盒，那么就先开右边的吧。右边的好像都比较快中到那种稀有卡，那种 rare 那些。哦干，等等，不应该这个方向。转身延寿新卡嘞啊，李切龙，那我们先开一些包吧。其实它最主要是因为要这个巴克，所以我们直接捡楼上了吧。直接两包。哦呦，雷龙卡，通行真税，一张送去墓地，然后不能攻击学员吗？令卡，哦，银河修道士，龙人龙，不，我们全部开完吧，容易看有没有那个20周年的卡包。那我不觉得我会有那么的。好运，看自己没有了，看看 Ultimate Race 是哪一个。哦，新的木手卡，封面龙，这算好运吧。本来蛮喜欢 Ultimate Race 的，可是新的新的 Ultimate Race 卡是没有很突出，有没有，就很普通的感觉。好，下一个银河战士木手卡，死魂龙和房子精灵神剑，银河剑圣，这怎么感觉是很浮啊。头斧，我擦，右边的竟然就一个浮雕，我有点担心这盒了，有没有？哦，Secret Ray 这张，这好像特定的link卡罢了嘞，不能公用的卡，糟了 ，Oh my。接下来悲剧了，有没有各位？那么左边的剩下的是4个 SR， 2个 UR 吧。可以的话就一个雷射吧，至少一个安慰奖吧。那个20周年卡是超难得的吧？是超难得的，不过不可以放弃。奇迹会出现的，就好像游戏每次抽到神卡神抽，每次神抽，然后就赢了海马，这是很不逻辑的一个抽卡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如果你可以这样神抽的话，我觉得对方可以裁判有人作弊，然后你就输了。我操！下一回合也是没有20周年卡，啊，不过。已经遇了吧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施乐魔女天使族，这名的效果一turn只能使用一次。召唤成功的时候，不，什么通常魔法可以直接召唤出来？那下一个，哦，空牙坦的拉伊，这儿我没有看卡包啊。
幻妖，这盒很雷哦，妹子。这张以外的陷阱一张除外，然后同名的一张卡，从卡组选择，应该可以用，不错用吧。加速好了哦，这张好像是一张发动之后魔法陷阱在。像这次我很少去看卡，所以就跳过吧，哈哈哈哈。哦，酷，很悠闲的一张卡。哦，这个我蛮想要的，比如说一些银河的卡，银河眼的卡，不错不错，这张还蛮好用的，是唯一一张银河的，第二张银河的link卡吧，我忘了，是唯一一张银河的link卡，其他都是超亮啊，好像不错玩的呢。哦，没了。哦，最后一张。哦，三张又暗了。除了这张重复以外，好像都没重复，而且是个。好了，是个 good sign 的，不错嘛，都好像没重复，不错嘛。好，那么就先放一边吧。第二盒上班回合啊，浮雕都是在右边出现的吧？你看，不过没有二十周年卡，算了，来继续。李玉卓呢？哦，木手新卡呢？好好好，银河魔神仪，熔岩龙，这个我记得是刚刚那个机械组的卡，银河天辉，天焰吧，那是，呵呵。link 卡是太多了，而且我从 link 开始我就没有玩了，所以就要后追的话，的确是有点难度。我操，前面是完全没有的，直接就去浮雕，又是他。好，那这个，我操，好浮啊，这两盒好浮啊。好悲剧啊！我擦，你给我其他的封面龙啊，或者是那三张都还好啊，都还有加钱。我这张好像没什么加钱了，嘛，收藏用吧。最主要还是要中那个银河青眼白龙的纯银卡，没了吧？哦，重复了，最后的下方回合了。哦，最后的半步，加快吧。哦，怎么感觉跟刚刚那盒差不多一样？哦，至少一个不一样的卡。不要吧。好重复啊，好浮啊，好浮啊，干！哦，这张蛮多人找了，好像是千五 life point 支付，然后种族魔法一个宣言，哦，该存在的话，一张送去墓地吗？哦，不能发动效果。这蛮不错，没有二十周年吧？没有二十周年了。哦，
这好像有点……我擦。这也太浮了吧！你看看，除了 SR 有三张不一样之外，UR 全部都一样的，Secret 就算了，然后 DNA 而且两张都是一样的。这，那么再看看下次有什么机会可以开新的鱼箱包。那现在就先做一做这些抽选的东西寄出去吧。好，谢谢各位。